今日为大家导读星云大师的《佛法真义》。本套书有三册，第一册《佛法义理》，第二册《佛学思想》，第三册《佛教常识》《佛门行事》，总共300多个主题。大师以各种譬喻言说，引经据典，将佛教的教理、仪制、名相、应用等，直唱佛陀教法慈悲、智慧、平等的精神，此即是给人欢喜信心的人间佛教。各位佛光人，各位护法居士，大家吉祥。今天的主题是环保与心宝，一共有5点。首先第一点，佛教重视环保。人生存在这个地球上，需要有大地才能立足，需要有阳光、空气、水分等才能活命。可以说世间一切都是四大所成，这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缘起法。世间一切都要靠各种因缘和合才能存在，而生命是世间上最宝贵的东西。宇宙之中不只是人有生命，花草树木、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都有生命。依佛教的观点，凡是能动的、活的、有用的，都有它生命存在的意义跟价值。比方一件衣服、一张桌椅、一辆汽车，只要您好好爱惜它，不随便破坏，它就能多使用几年。佛教对生命的定义，乃至对习生、护生，都有很积极的作为与看法。所谓大地众生皆有活性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因此不杀故不滥垦，不偷故不盗伐。佛教以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，认为不仅对人和动物要有爱心，对山河大地也要加以保护。如佛教的散子菩萨说，我每走一步路都不敢用力，怕踩痛了大地；我每讲一句话都不敢大声，怕惊醒了大地；我也不忍心丢一点东西在地上，怕污染了大地。这就是一种慈悲爱物的环保意识。第二，我们要谈环保的种类。以上是佛教重视环保的说明，接下来要进一步谈到环保的种类。环保的种类有生态环保及心灵环保2种。生态环保诸如自然界的保育、空气的净化、水源的清洁、噪音的防止、垃圾的处理以及辐射的防护等，从居住环境到自然生态乃至整个地球的保护，都属于生态环保的范围。心灵环保则包括思想、观念、语言、心意的净化，例如拒绝垃圾之事，思想不被污染，就是思想的环保。观念正确，凡事正面思考，就是观念的环保。口业清净，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等，就是语言的环保。心中没有烦恼、嫉妒、不平、愤恨等情绪，就是心意的环保。
接下来继续我们谈到第三，环保应从心做起。由上一段我们知道环保的种类有生态环保还有心灵环保，有关生态环保要靠大家的力量共同维护，心灵环保则有赖个人净化自己的身口意三业。平时一般的环保都是心外的，心中的清净才是最大的环保。所以佛教认为环保观念的建立应从人心开始，因为人是万物之灵，但也是问题的制造者。世界上所有问题的产生都与人有关，包括现在所谓的环保问题，也是因为人类的自私无明破坏了自然界的和谐与循环，以致天灾地变不断。因此如何解决当前的环保问题，除了做好外在的生态环保，尤应重视内在的心灵环保。我们的心有如工厂，工厂的设备好则运作正常，产品优良，设备不好，不但产品劣质，连带破坏空气、水源，造成环境污染。因此，提倡环保，应该先从心内做起，心内的环保做好，心外的环保才能完成。如《维摩经·活果品》说，若菩萨欲得净土，当净其心，随其心净，则活土净。第四，继续谈到如何做好心灵环保。如上所说，心灵环保是这么重要，我们应如何做好心灵的环保呢？大师说，像我们扫地也需要有扫把，打仗也需要有武器，同样的，心中的染污要清理干净，也需要工具和武器。那我们清理心中污垢的武器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正见、正信、慈悲、智慧、忍耐、勤劳、友爱、奉献、牺牲、惭愧、忏悔等。有了这些工具，就能打败心中的烦恼魔君，内心自然得到净化了。另外，大师还说，他每次为信徒皈依三宝，都会带着大家讲一句：“我是佛。”“我是佛”这是一句很了不起的话，因为如果大家都敢承认“我是佛”，人我之间就不会互相责怪怨恨，我是佛就不会抽烟喝酒为非作歹。我是佛这一句话不但救了自己，而且因为我是佛，你对人对世间万物都懂得慈悲珍惜，这就是心灵的环保，就是抢救地球。所以只要人人自诩我是佛，人人心中有佛，眼中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，耳中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，口中所说的都是佛的语言，手中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，那么即使是生长在污浊的娑婆世界，我们也能做好心灵环保，进而营建一个清净的国土，这就是人间净土的实现。第五，地球是我们的家，人人做好环保救地球。建立人间净土是人间佛教最终的目标，
但是我们不能空有理想目标，还要躬亲实践。所谓说到一丈，不如行到一尺。所以如何具体响应，并且身体力行，亲自参与环保运动更是重要。为了推动心灵环保，佛光山在1992年的信徒相会中特别举办佛光山信徒身心环保净化法会，让大家共同响应身心环保净化运动，希望从内心的清净，继而影响心外的世界，使内外都能得到净化。除此，由于环保要从自己做起，从个人的净化进而带动国家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净化，因此近年来佛光山更积极推动人间佛教所提倡的四给五和，希望人人在日常生活中随缘随力，给人信心，给人欢喜，给人希望，给人方便，从实践佛光人的工作信条中不断自我净化提升，从自心和悦，继而有助于家庭和顺、人我和敬、社会和谐、世界和平的人间净土的建立。生态环保的部分，尤其为了抗暖化救地球，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在第四届第五次理事会议时决议，将加强环保行动，全面推动节能减碳、绿化造林、使用环保碗筷、资源回收、垃圾分类等行动，共同抢救地球。目前全球佛光协会已经在世界各地植树500万棵以上，以植树救水源的实际行动响应环保，并且先后在世界各地进行清洁河畔、沙滩、海边以及整理公园等活动，其实环境获得洁净与绿化。除了上述植树、救水源、净滩等等之外，最近几年全球佛光协会更于海内外大力积极推动蔬食 A 计划，因为蔬食是减缓地球暖化、解决粮食危机的最佳策略。选择蔬食就是支持五个具体保护行动：一、零饥饿；二、抑制暖化；三、平衡生态；四、保护环境；五、爱护生命。由于蔬食 A 计划的意义是如此的殊胜，因此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登高一呼后，无论佛教徒或一般社会人士，四面八方皆热烈响应。综合以上，佛光山及国际佛光会为了保护地球、抢救地球，一直不遗余力地积极推动一系列的心灵环保及生态环保活动，因为地球是我们的家，人人都应该以实际行动一起来爱护地球、抢救地球。身为地球上的一位居民，环保与心保，您做到了吗？邀请您开始采取行动，就从多吃蔬食、减少肉食、日常生活随手做环保、节能减碳开始吧，与大家共勉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如有疑问，请于影片下方留言。祝福大家六十吉祥，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